民间相传舜的母亲是凤凰母娘，是一位凤族的女子，在万物还未形成时就存在，也就是万灵之庙，信众都尊称为母娘。甲尧帝王庙、地庙、雷山老庙以及九天玄女合称为五庙。凤凰母娘慈悲为怀，度化众生，帮助信徒渡过难关，就参像咱的母亲同款。请收看今仔日的《戏说台湾》，小女渡天命女。不要去！阿豪，阿豪，你起来啦！阿豪，阿豪，阿豪，你别死啦！喵！啊！喵喵！喵！喵喵！瑶瑶，不得伤害欢灵！三太子。放心，已经没事了。本太子那是莲花化身，想要上我，回去修炼五百年再说。娘娘，速速就吧。既然你姊妹不顾，那呢，乖乖受死。爹家，那不是姜元江？小姐，你啥？是啥家己怪爹家？小姐，你有要紧无？小姐，家辉啊，吃饭哦。你是安那啦？啊，普通时啊，叫一声食饭吼，啊，规桌顶吼，连米落去扫了了去。啊，怎么掺一嘴糜，你都无要食？你有心事啊？无啦，我昨暝哦做一个噩梦，到即摆想着，还是感觉足惊吓的。做噩梦？啊，你是梦见啥？我梦到我关伫后山人啊内底。已经死啊！啊，安尼啊话哦，安奈梦见这么无格调的梦啦？好啦，你紧食食咧吼，阿母较等哦，带你来去清源宫，咱来祈求凤凰元庙，保庇你平安哦。伊就是迄只鸟妖，伊毋是鸟妖，伊是灵鸟。既然你姊妹不顾，那呢，乖乖受死。母娘，三太子，手下留情。母娘，这只鸟煞害无怪还你，若是无将伊冻掉，
乡下有更加侪人，死伫个手头。这个查甫人并非无辜之人，伊作恶多端，放荡来迫死善良百姓。灵鸟，伊捌受过地家的救命之恩。地家，阮娘讲的是昨昏全家伙啊做伙自杀死亡的地家。地家未堪的迫小的压力，来想袂开。灵鸟不是滥杀无辜，是为着复仇。就算讲是为着复仇，嘛未当改变因讲杀害人命。无唔对，灵鸟杀死元首人，并不是报恩，只是种下更加侪仇恨。阮就希望你三思，切莫一错再错。这鸟妖根本听无这个道理啦！姑娘啊，既然你不准我将伊丢掉，那你是要怎处理？灵鸟身负这世天职，可以轮回投胎，来世成人，接受历练，成为天命之女。是。原来伊就是一只灵鸟转世。时机已到，灵鸟要开始修炼的过程啊。请问母娘要安怎解办呢？本座需要一个庙公，因为今日本座予伊的磨练。庙公？倒位来庙公啊？原来我就是庙公哦。无唔对，明仔载灵鸟会来找你，求你替伊开始。是。我哪会搁掉伫这个山路啊？我林雪云吗？对，我林雪云吗？陈家慧，你紧清醒，你紧清醒啊！有够痛的啦！感觉我不是在做梦，真正有无神啊，把我带来这啦！是我，那呢？你是谁啊？小姐，是谁遐尔残忍，把你关伫迄只，搁害你心慢慢起啊？是我，敢讲？我的囡，小姐，你好惨，就已经死啊！是啥遐尔残忍，把你害死的啊？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小姐，小姐！是要创啥？哦，啊！你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讲话安尼大细声，一点仔家教拢无呢。安怎？我就是无家教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是啥？是安怎霸占清源馆门口伫遮做生理啊？我唔是咧做生理啦，我是庙公。我听你咧唱歌，我自细汉就伫遮咧处处理理，
遮哦，拢是师姐来服务，根本就无这庙讲。起来，你紧走了，你走了，你紧走。你这歹想要创啥？我伫这做庙讲，啊，不是为你啊。为着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前几天就开始在做恶吧？那查某如果对我怪事，所以你今仔日来，想要请母娘替你开示的，对不？你的代志哦，母娘拢看在眼内，所以叫我来给你指示。你想要知道什么代志？你讲。我想要知影，我昨暝梦到迄个查某囡仔到底是啥，啊是安怎死的？你是不是知影？唔知，唔知，佮想讲讲是。你想要找找真相，直接去问董事长，唔就知啊。啊，是要安怎去问董事长？真简单啊。这杯就是我的心茶，只要你啉落，就会当和鬼魂讲话啊。这杯茶是不是？哦，刚讲我会把你害哦，你连啉一杯茶勇气拢无，我看你根本无遐尼关心，想要找找真相啊！谁讲我无关心啊？好啊，啉就啉，这杯茶偌济钱？免钱啦。袂用钱，我袂当白白啉你的茶，你定收钱。我讲唔免就是唔免啊。好啊，你若是歹收钱哦。这杯茶我不爱啉嘛。哦，我唔好看过，亲像你这么过节的人呢。啊，好了，你要算哦，算你十钱啦。这杯完形茶会当让你完形离开肉身，到迄个时阵，你就甲它存一个躯体尔。我未讲啥呢？哎呦，啊，那是要安怎？庙官莫骗我，我的完形真的走出来呢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会死在人啊内底啊？你看得到我？这是我的原型啊！小姐，你叫什么名？你跟我讲，我才有法度跟你斗相共啊！我叫做林文秀，是张世伟的家后。张世伟，咱昨下头迄个张公子是一个好人，伊哪有可能跟你拐起来，搁跟你害死啊？不是，不是，是伊在狐狸精搞害死的。狐狸精，伊是你。啊！我的脚，我袂当回去啦！我有话要问说，我袂当回去，我袂当回去啊！莫言静，我袂问说，我袂问说。挂啥？我挂过咪咪。你要紧吗？借问一下，借庙公，你现在怎无跟我讲林姊妹的婚度，害我的头唔进去？哎，想叫你遐尔无耐心，我等要甲你讲，林完是地进前哦，一定要倒咧眠床顶，安尼较袂出意外。我想知影，你一下就忍落啊。啊！你完全拢出窍，感觉你肉身会家己徛着，你用头壳想嘛知。头拢进去啊，是要安怎想啊？啊，搁有，我开十钱买这杯茶，啊，讲无几句话就无啊。哎呦，真正是甘想啊！我拄则明明就讲无要收钱呢，是你硬要用钱甲我买呢，搁讲我是甘想，你毋只傲气。这是我全部的财产啊！我搁要买四杯的完形茶。
二，一，四。主角，算我无讲清楚，害你受伤了。我阁加送你一杯，莫讲我是感伤。算你讲良心。哎、欸，爱鸡倒在面床顶啊！来啊！哇，参就伊这戆的人，敢真正有法度修炼成天命之女啊！阿辉拢睏了无好，今用这个布啊来滚排骨汤，把伊身体小补一下。高伟啊！哦，啊你滚遐尼济雨露是要创啥？我要替人伸冤。雨露会当替人伸冤？嗯。那恁布啊，唔就会当替人办案？小姐，我的时间有限，你赶紧跟我讲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敢无感觉我做面试的？有是有啦，啊，不过我想袂起来伫倒位看过你。迄一天，狐狸精派人来抓我，我伫车内有拄到你。我变动了。妈呀在这收保护费欺负百姓，搁家财坑着我。我甲你讲啊，我的脾气无好啊，今仔日哦，我宁愿出一口气啊。然后啊你，大伟，好啦，你们搁把客人出人命，进来走啦。阿母，我早前看伊袂爽啊啦，你徛到边仔，今仔日哦，我宁愿花个假死啦。啊！小姐，你紧叫我！啊，想啦！你是不看我咧无用啊？哥大！迄天，我有抓当来关一人啊来，去只狐狸家，连续七天无送物件来给我吃，把我活活枵死。迄天，你若肯跟我斗三工，或者是停落来。听我讲几句啊话，我的确，你就会知我悲惨的遭遇。你会找到人啊，送几块饼，搁一锅水给我。凡事，我即摆就袂徛伫遮，靠我家己的梦。你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这么凶，坚守不救？我。文秀，死累了，死累了。民间相传，孙的父亲八祖王梦到一只神奇的凤凰，吹来咖米来个吃，只是伊会生一位贵命的后生，所以毛人讲孙的母亲是凤族的女子，因此就甲尊称为凤凰母娘。哦，你那是一种的，咱的历史的传说，讲母牛就是大家拢当作是那个皇帝的老母啦，哦。但是，不过这嘛无根据，咱嘛查无啊。但是咱了解就是讲母牛啊，显化哦，
哦，啊，就来指示讲，就爱来地天台，你要天台来，你来做事。报道强元宫宫内主祀神红红母娘、该瑶帝王庙、地庙、骊山老庙以及九天玄女，信众尊称为五母娘娘。对身上已经昏黑的面来看，麦当知影这后悔一直拢真旺。路顶照孤影，寂寞伴孤单，谁人了解我的心情？探头看，风笑我无伴，我的心疼你怎无感觉？咱无爱歹面相看，爱你笑命命，亲像天。我是恨甲你念笑话，就算行动也是无。